这个位置不太舒服，还有加的呢。他拉上来拼妖去了，这波感觉挺，这波感觉体能和葫芦娃就爷爷了。先只剩库里和主蟹了。哦呦，这波没有，还有前面有点马特，没一枪。把两个人都炸，都打残，就飘了一箱头，就体坛的机会，看主蟹的位置。主蟹直接顶吧，主蟹选择先扶人，对方的话要先打药，自己确认能掌握到，能争取到一个人数差。看库里这颗雷能不能炸倒雷仔。 哦呦，没炸到，但这边人还没有扶起来，库里在自己的头顶难受。这时候别打药了，这时候打药容易被雷仔打的。看白石这边在了一个楼顶，两个人一起捏雷了。哦呦，库里一颗雷直接结束了，一个雷雷了四个库里。 这雷我甚至没有看到，他雷到哪里？啊？